我以為我升級了變油豆腐啦，即起碼好啲啦，係咪？但係原來冇啊，我都係好容易就整親自己。可能我有時行路咧又比較急啦，可能個注意力又唔係好集中喺行路嗰度啦，咁所以成日棘親啊、扭親啊、整親。原來隻腳咧雖然係好輕微扭親啦，但我到而家都未好翻噶。佢嗰陣話會痛，咁個個都同我講話你要去睇醫生，如果唔係會變咗舊患，咁自己都會小心啲咯。成日都冇得睇，即係冇得唞，基本上。好攰啊！呢幾日，呢幾日真係有少少攰。我諗我忙埋十月就會得閒啲，到時我就會去維修我自己嘅身體，係啊，即係我每一次拍完劇，我都要去刮痧啊、針灸啊、拔罐啊、推磁叉啊，我需要調理翻個身體，睇翻中醫咁咯。